刘晏幼逝。唐刘晏方七岁，举神童作正字，彼虽幼身已逝，而幼学勉而至，有为者亦若是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唐代的刘晏七岁时就受到皇帝称赞，誉为神童。他虽小小年纪，但被授予官职。年幼的学生勤奋学习，也能取得成就。凡有作为之人，都能千古传颂。再读一遍：唐刘晏方七岁，举神童作正字，彼虽幼身已逝，而幼学勉而至，有为者亦若是。